女生身边到底潜藏着多少危险？甜甜，我的网恋男朋友回国了。那个富二代吗？嗯，聊了两个月，终于要见面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我陪你一起吧。不好意思，小米，飞机晚点，迟到了。嗯，没关系。他从温哥华回来，气温不到十度，怎么不穿着短袖短裤？啊，这是我闺蜜甜甜。Hello。你好，听说温哥华的奥尼公园特别好玩。对，有机会带你们去玩。他果然在说谎，温哥华根本就没有那个公园。喝点水。你们才见面三天，你就要跟他回家？我们就出去玩几天，过两天回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谎话连篇，八成是个骗子。什么呀？那都是些误会，他都给我解释过了。甜甜，你不会是嫉妒吧？我。好啦，知道你是关心我，我先走了，我带礼物给你。我回来啦！哎呀，好啦，给你的。玩得开心吗？当然啦，他带我见了他所有的朋友，还说以后对我负责的。你们，嗯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我带了一个礼物。一定要回家再打开，路上打开，惊喜就没了。